悔しいな。来ないでほしいな。くそYeah.
怪我しないよう気をつけるな。いいのね、ソライ。まだ動けるね。Thank you.
メージは残ってないんだ。早在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前已經宣布解散的香港眾志，核心成員坐監的坐監，流亡的流亡，其中遠離公眾視線超過兩年的周庭，這個星期就成為了國際的焦點。周庭在他27歲生日之前在 IG 出 post 交代他的去向，是他兩年半以來第一次出 post 向公眾交代。他提到現在已經在加拿大多倫多讀緊碩士，原定要今个月底翻香港向警方报到，但他考虑过一些因素之后决定不翻去，亦都提到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，因为他不想再被逼做不想做的事，但他讲明自己原本买了12月翻香港的机票。所以如果有人要说是处心积虑欺骗国安，绝对是错误陈述。三年前香港众志停运两个半月之后，周庭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，当时他被扣查超过24小时后获准保释，但就被没收护照。同一年的年底，他就因为2019年的包围警总行动被指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，判囚10个月。判刑当日他在庭上痛哭，他步出监狱时的画面亦都成为公众对他的最后印象。出狱不代表自由心安，三年半前的被捕行动没有进一步起诉，亦都没有 close file。 原来周庭在这段日子都要定期去到警署报道的。周庭在 IG post 提到，无名的恐惧令他身心受创，按国安法程序，他每3个月就要应国安要求签一份扣留旅游证件通知书，3个月又3个月，每次报道都怕随时会再被捕，因而有几种情绪病令到他身心不稳。